就这个时候你要养狗，你要养那么稳定，你就问他到底是什么叫。小时候他也很皮吧，你看窝里嘛，对对对，你看他教的不错了。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，我当训练师也不是最厉害的，因为有的主人他没有办法教那样子。哦，所以每个人的教育小朋友的方式不一样，就是小朋友的方式。那有可能我那边就是真的是他妈妈已经教到了，哦，没办法。那我这样子不去再去叫找人家来处理他的话，他这辈子可能就 all in 了。这真的是我也没办法帮助他，因为他影响到邻居了。哦，不然可以这样，什么分离教育，以前也没有分离教育这种东西，以前没有分离教育，是现在的人都觉得养狗养到那只狗都分离教育，真的以前没有，以前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分离教育。